台湾安演习已经正式的开始，现在我们要去照着警政署的 APP 去寻找离我们最近的避难的地点。那可以看到第一个防空避难地点在成功路四段137号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整排店家都已经歇业。那再看到的是第二个防空避难的地点，然后这边还有间防空避难设备，只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是一栋大楼的社区，那感觉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进。防空避难设施是往下的，只是在开始行程上并没有开放，所以我们在避难时间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的。31分，但是好像还没有人来疏散。我们那边有警察，那个路口也有。困在轻轨站的我们，完全没办法走出去。大家看，这附近是空旷的室外区，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有飞弹那些下来的话，就只能在那边等死喽。医疗场所是有非常多评鉴跟考核的，那像刚刚这样子的万安演习啊，其实如果是换到在医疗场所的话是完全不合格，不可能会通过的。国防部这个7月11号的记者会资料呢，万安演习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防空疏散的避难，演习的时候要做到比照空袭来临的时候的疏散方式。这一次特别深入了各个县市的验证区了解演习状况后，才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达到最低的标准，非常令人失望。那演习只让灵眼进去不让一般民众进去，难道他是只示范给长官看的吗？那我想请问国防部吼，对于一般民众的这个避难演练，甚至是真正的空袭突然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因应吗？其实不是不能作秀，但是演习不应该只是作秀。第一个是不能怕扰民，飞弹来袭的时候我们最多只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反应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切实的去进行这个演习的评练，当成真实情况发生的时候来进行。相较于日本，与那国岛已经开始整建足以抵挡飞弹攻击的强韧避难所，台湾的逃生避难空间虽然号称有10余万处，但是普通公寓的大楼地下室作为避难空间，是否足以应付核武以及飞弹的攻击？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忧患意识。台湾共同体必须要强化3项心理建设：第一，要确立中国是敌国的敌我意识；第二，要有心理准备，战争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遥远。第三，整个社会要有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与权利，配合全民动员的共同体精神。不论是这支人物流于作秀，或是说因为担心扰民，所以演习像是演戏，这样子的想象中，会不会只是一种政治人物在自己本位所想的一种上下交相贼？我们以前做过一份民意调查，台湾有19.2%的民众愿意在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抵抗到底，将一些民间的自发的为全民的这个防卫后培这个实力基础的团体，例如黑熊学院，他的课程只要一上网一公布，立刻被秒杀。事实上，台湾的民众并不是那么不愿意为战争做准备去进行全民动员。我台湾激进在这边有2项的重点总结呼吁：第一，要区隔演练考核以及演戏的公关；第二，要彻底的实施全民各行各业的动员演练。我们应该要让这一类的动员规模演训常态化，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验证演习的成果。